录了吗？是你，克苏恩。我还在等。哇，豆儿。兜这没够着，可恶啊！你就 A 啊，马上我们俩就升二，我不用你在那 A。你给我起飞，你给我回来。就杀他锤石啊，完事了呗，杀锤石。二级打他俩，一级还不打死他俩。我用我的闪现换他闪现。你挺弟弟呀。这你都打不死人，兄弟，啊，你可挺弟弟呀！我一看，你这个弟中弟，我可不管你了，我走了。你连个闪你都打不出来，哎，气死我了！打出来了，还是个 poke 刘维鲁斯。你出攻速的不香吗？这能打死人吗？算了，我过去打不过，拉倒吧。这给你射的，我给你人儿都勾着了，你都不射他，兄弟，你哪怕你射个辅助也行啊！哎，我的妈！从俩人中间给我射翻，射走了，你看，我是没飞，把他截杀了。给你扛一下，哎，你 poke 刘维鲁斯下路，你随便补刀了吧？这样，你要是个 poke 刘的，那你应该就随便补了。我还是个不灭机器人，我这还是。
你这你不能再死了吧？你玩扑克流还能死，兄弟，那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你搁后边射吧。买鞋的游走不让买，我天赋是错的，我是不灭机器人，我没点鱼阵。差一点点，你跑啥呀？搁塔下呀！勾没勾出来，可恶！哎，那边有卡莎。漂亮，漂亮啊，好的。飞勾回来，这河蟹挺坏人事啊！来，永恩，让他杀我，没事，杀吧。你回头不行，杀这个啊！行，死了。哎，维努斯呢？那维努斯满血，这不全收了吗？哎。打小龙，上钩拳刚出来的上钩拳，我咋没大呢？我没升六吗？我连六级都没有啊！没助攻。我也纳闷，为什么我都有斑比的熔渣了，都没助攻呢？算了，我这走吧，往上走吧。啊，我往上走。我们去找个劫吧。找个狗头人行吗？漂亮！我急需升一波六级。我得赶紧升一波六级。哇，这个机器人好有意思哦，这个皮肤。我在你身边，不要害怕。挂钩，我让他勾我，别让他勾我们家 ADC。沉默，破盾，漂亮。你在干嘛？我给你看着，你别害怕，我给你看着。
他不敢来，他来了我不帮你收拾他吗？别让他给砸死了啊！我勾你，九百五，回家了。这个机器人的皮肤感觉走的都快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Shut down。顺其自然。你去下路，我去中路帮忙。起飞 ，Go！ 不理我，不理我，我确实也没什么办法。吃狗屎。点到为止，好吧，啊，点到为止。好球，沉默。我有涡轮炼金罐，假装往上走，其实不严。这 ADC 我估计要回来。拽个蛤蟆，再收一波啊，再收一波吧。先来个小冰心，咱也不出那皮孩了。我觉得就我这个皮肤走道就不需要皮孩，就走得特别快。给我过来，走帮蛤子去。这锤石在干些什么东西呀？涡轮炼金罐，起立！兜！哎呦啊！
卡点了。晃晃悠悠的，这蛤蜊怎么能踢着我？咋没扣着呢？赶紧把二塔拆了，快！这波不着急上啊，我们附近没有队友。别急啊，没有视野，可以来一条峡谷先锋。我把这冰心给除了吧，不出冰心，出那个，出这么个玩意儿了，出饥客，我来个三速海。哎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出完这三速海跟出一速海没啥区别，我觉得都走得那么快。涡轮炼金罐，起飞！平雷，平雷，平雷收回来，平雷沉默。起立！咱就不勾那劫了。哎呦，我狗头人，狗头人敢过来直接放异界了。这波我居然没勾到狗头人，我不服气。你给我死狗！哎，我维斗斯，再见维斗斯，这可救不了。快跑，快跑，蛤蜊，快跑！跳弹。怎么把 Q 给摁出来了呢？我想摁闪现来的，啪嚓一下把 Q 给摁了。哎呀，居然看见我了，这锤死，老锤死！我想第一时间摁闪现呢，闪现没摁出来，摁着 Q 了。把上面拆了吧，要不把上路一塔给拔了。哎呦啊，哪来的锤石，我抢人头。过来保一保这 ADC 啊！涡轮炼金罐杀狗头人，杀我干嘛呀？这劫交大交我身上，哎呦我操，我都醉了！你大我干啥呀？
一个 AP 狗头人。哎呦我漂亮勇敢给我杀。我就打个蓝 buff 吧，我感觉俺们家也没几个人能需要这蓝 buff 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有双 buff 了吗？你咋那么可恶呢？你就跑了？那我也跑。哇，这卡莎的伤害，我操！这卡莎才杀五个人，必须这么高。那卡莎都没杀几个人，其实就杀了五个人，虚区这么高的英雄。来个那啥吧，来个骑士吧。不开 W 呢？我没开吗？那我可能忘摁了。我记得我摁了呀，最近的键盘好像有点问题。要放的技能放不来。推中啊，推不推中？这上路一塔还没掉呢，你往哪走？你已经没地方走了，好像套我点盐，为啥套我点盐啊？要杀就杀狗头人，我不上！哎，你打我，我不上了。想来个声东击西，这一波失败了。快跑！趴着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我的老大哥，我的狗头人，别这样啊！别这样啊！他怎么跑那么快呀？啊！鱿鱼死了。850，差100块钱。金刚影就杀 ADC 去了，把他杀了呀！哎，这你不把他杀了，1W 然后接个 R， 天！
花枝小军，没事，我就要8块钱就行。8块钱我也够了。我都没想到这炮克林维鲁斯被我辅助成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想到。都给你绑了吧，嗯，都给你绑了，可以直接推一起死。上涡轮炼金罐，勾回来狗头人，致命点燃，亏没了啊！哎，我这打塔了吗？还拆基地呀！真是磨叽。